今年是他出道十周年，出来跟大家见面，跟大家说说心里话，线上的一个小型的一个演唱会，都是我们的朋友们，好久不见，出来聊聊。第二老师可以上你身装吗？今天因为乐队有很多的人，完了整个都是不插电，而且是其实挺难的，紧张啊，确实很紧张，因为我也第一次接触这种形式，对，所以也挺难的。选那种最安静的你，就大家的那个劲儿的那个凝聚的那种感觉还不够，不紧的话它就会像一个像有流好，有点俗气，但我相信这是一见钟情。哎呀，我是一点手都不怕，
天会有我好多特别好的朋友们会过来助阵。来吧，那咱们把那寂寞的季节给来一下。嘿嘿。总归我慢慢成全，在这寂寞的季节。爱是寂寞的季节，一样寂寞的情意节。对，刚才嗨那声有点那种戏曲风。好，我们再来一次啊。鹿晗新歌单。他的演唱会了，所以很高兴。
唱的好的留下，唱的不好的销毁。豁出去干啊，唱，正常发挥一下，没关系。哎呀，玩起来吧，台上见吧。加油加油！完了完了，我手抖了。好久不见，出来聊聊。鹿晗2022不插电乐队现场音乐会正式开始。开始了。自由的去想，去做，去大声的说，用说爱你，说爱他，说爱我。说爱